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围棋课堂，我是段荣。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解定式在实战中的应用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棋盘。上一期呢，我们讲到黑棋一箭逼加，白棋跳出来，黑的跳，白的跳。黑棋如果直接这么爬呢，白棋就把它都挡住，黑的跳出来之后，这地方白棋虽然有一个弱点，但是呢黑棋冲击起来白棋并不是太怕，虽然可以把白棋冲断，但是呢白的脚上还留着活棋，这一点三三可以活。那么黑棋就想到一个办法，我先尖顶你一下，白的如果立，黑棋再爬出来，这样这个弱点就很明显了，因为黑的再冲击起来，冲过来的话，这个交换整个角黑棋就守住了，白棋再也没有什么点三三的手段，点三三没有用，黑的就跳也可以简单的挡，白棋都活不了，拐的话黑的就一团，跳在这儿也行，冲的话黑棋退，白棋活不掉了，那黑棋吃角就吃的大了，甚至黑棋还有更激烈的手段呢，是这个不跳直接爬在这儿啊，白的如果补的话，黑棋紧了一气之后搬三子头更有力啊，白的如果长呢，黑棋直接来冲击啊，上次呢我们给大家摆过这个杀气的变化啊，白棋的气呢是被黑棋爬一下起到了延气的效果，白棋呢慢一气，黑棋冲完打吃打了铁，白棋慢一气，所以这个尖顶也是很有力的一个手段。那么白棋如果想打破坏黑棋的意图呢，白棋挡，黑棋搬，白的再顶，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标准定式。但是呢有的棋手呢也对这个黑棋表示也有他不满的地方啊，不满意的地方在哪呢啊，假如普通的再爬一下，不满意的地方就在于白棋将来在这边有一些手段，黑棋这个脚呢啊守的还不是很舒服，点这个黑的如果挡，那白棋冲黑棋倒是不担心，白的冲的话黑的一挖啊，把白的给挖断了，白棋这边各种各样的打吃啊，这个黑棋没什么好担心的，但白棋这一段黑的就难受了，白的在这一段走别的呢，这边一挺进去太大了，黑的吃的话白棋现在在先手打吃，然后一冲啊，把黑棋给冲破了，这个黑的显然损失很大，这个子变成贴在墙上的棋子，所以呢黑的还不能挡，黑棋呢只有粘上，粘上白棋啊，最起码爬出来也能破黑棋一点空，但是呢黑棋担心最担心的呢还不是白棋往外爬，白棋可能还会没完没了再往里爬，黑的如果拐的话二路点是先手，挤是先手，这要断，这里虽然有断，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白棋爬先手打先手这一段黑棋明显是棋不够，那黑棋如果接上的话白棋就可以活得很舒服，整个角突然之间黑棋的这么大一个角变白棋的，这个黑棋显然是不能接受了，黑棋点也点不死白棋，白棋就这么粘上翻呢，白棋挡先手，然后再一断，黑棋这个气还是不够，还得补断，白的这一扳虎局部呢黑棋也杀不掉白棋，
至少是不能进杀白棋啊，所以黑棋脚上这个空还不完整啊，白棋有这个点的，有这个点完往里爬的手段，这是黑棋比较郁闷的地方。那么就有的棋手想到啊，这个跳确实守得不牢靠，这个棋子如果放在这儿，那就安全了。白棋脚上就算这个点是先手啊，这要活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黑棋呢啊，如果走这个的话，白的倒是有这个倒虎的手段。大家注意看，白棋如果搬，被黑棋点死了，所以这个是要点。黑棋立的话呢，白棋可以依靠这个挤的先手做活啊，虽然活的是比刚才小，但是依然还有棋。但是呢，这个黑棋可以走小尖，白棋这个冲先手也不起作用。挡的话被黑棋点在脚上点死，虎的话呢，黑棋一爬点在一路，白棋也活不了。至少脚上没有那么明显的这个可以活棋的手段了。在黑棋啊，小飞在这儿，明显这个脚守的要啊牢靠安全的多。那么所以在白棋跳出来的时候啊，白棋跳出来的时候，有的棋手就选择这个小飞啊。当你在照的时候，它在尖顶，如果白棋挡，黑棋搬啊，那么黑棋就如愿了，这个脚守的牢靠啊。当然围棋总是啊，很多棋都是这样的，有利就有一弊啊。黑棋小飞呢也有它的弱点，第一呢，走在高位对白棋这两个子压力大，飞在这儿呢对这两个子压力小，白棋选择反夹的可能性这个就增加了啊。白棋比如说可以在这一带这样压低黑棋啊，反夹过来，这个作战的时候低位不如高位对白子压力大，这个是一个区别。第二呢，还有一个区别就是白棋照过来黑棋尖顶的时候啊，这个小飞和跳啊，我们看一下，从等会儿的变化图就可以看出来它的差别。白棋就这么立下来，黑棋爬走，黑的准备要挖，但是呢这个小飞也给黑棋会制造一些麻烦，就是黑棋局部本身跳在这儿呢棋形是没什么弱点的，但走在这儿呢白棋在这里有手段。白棋补棋不是这样简单的单关补啊，如果这样补的话，黑的这个小飞的位置可以说也比跳好，因为它这个容易啊，容易扎根嘛，在实地上也好，这个跳的话很明显被逼过来的时候，这脚底下漏风，飞在这儿呢更结实一些。但白棋不是这样单关补，白棋有更好的补法，白的靠在这儿，靠在这儿，粗看是一步俗手，但是紧接着看这步棋就会发现靠的这个好处了。这地方本来确实有点三三，但是如果直接点呢，黑棋就这么啊，黑棋可以考虑就这么挡住，白棋活脚这边的弱点还是解决不了啊。白棋现在最强的手段可能是挤这个，那么黑的就简单的粘上。你再虎的时候，黑棋不是挡被断死吗？黑棋就这么退，再冲黑棋再打。虽然断了一通很过瘾，但是呢也解决不了太多问题啊。这边呢黑棋打吃先手，这个子是吃不死的，这里弯冲这个毛病依然存在，所以白棋这个次序是先靠，这时候黑棋挡，白棋再点，那黑棋明显挡不下去了，挡下去被一挤挤死了。黑的呢基本上可以说没有办法阻度，走在这儿阻度被一断，那黑棋打出来，白棋跑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啊，不是白的能不能活的问题，恐怕是要考虑黑棋会不会死，所以
所以这个阻度也明显无力。那点在这儿的时候，黑棋普通的下法呢，就是只能啊忍一忍粘上。白棋还不是这么过，也不是这样，这样的话被黑棋一团，白的没什么收获。白棋可以挤过，黑的不能打，打被断死，黑的粘上，白的爬。黑的虽然可以冲断白棋，但是呢，啊，这个判断，这个地方的判断啊，很有意思，大家可以自己判断一下。好像白棋被冲断了，但是呢，白的脚上已经活了，基本上可以说已经活了，而且还得到了比较可观的实地。啊，外边呢，白棋要想挖断黑棋还可以挖断。如果是挖断之后，这边还有冲断，黑的还得补。啊，白棋还可以在这一带再加攻黑棋，这是一种选择。那么如果这边啊有黑子，白棋挖断价值不大的时候呢，也没关系啊。白棋比如说就走走这边，把这几个子处理好，这边得到实地啊，中伏的子又处理好了，这还保留着挖断的味道，这对白棋来说也是很舒服的。嗯，也就是说这补棋的效率，大家可以从这个图可以看出来。这地方呢有弱点，黑棋一弯就断了它。如果这样补呢，这步棋本身没有目数，是单冠啊。那白棋这个靠完再点这个补法，显然一步棋就走到了更多的东西，拿到更多的实地啊。这是一种很灵活也很有力量的思路，大家可以啊。值得学习一下。那么点在这儿的时候，黑棋除了粘呢，还有另外一种想法，就是吃。那白棋当然也高高兴兴的拐过，黑的搬着白的就粘上。毕竟是一手棋就把角给全部拿掉了，这个效率还是很高的。这地方呢还留着断吃啊，黑棋这个呢也不能说有多厉害的一个后势，这样白棋也很满意。那么靠的时候，黑棋还有另外一种下法，挖在这儿，白棋打吃，黑棋接上，白的粘上啊，大家可以看到白棋这个顺调，借着这个步调就把这个弯出来或者挖出来的毛病给补了。黑棋再打呢，白就一长啊，补得很自然，脚上呢还留着至少跳进来收冠，而且更厉害一点的话，白棋还是可以点进来啊，黑的挡白棋再尖过去，走这个的话呢，白棋可以考虑飞啊，来活角啊，甚至这样跑出来之后弃子的手法啊，然后再弃子啊，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，一排全部把黑棋给闭住啊，至少呢这一飞也可以很轻松的活角，再爬。黑的要是来吃的话呢，啊，白棋是很欢迎的。这一扳，把黑棋全部包进去了啊，实地上还比刚才弃子，黑棋的角的目数还小，这个白棋很舒服，黑棋不行。所以角里还留有点三三，外边呢已经补得比较厚了，棋形也很完整。啊，所以这个靠的手法啊还是很实用的。那么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会想到啊，刚才这里有个爬的变化，白棋如果跟着长的话，黑棋这一弯把白棋给吃掉了啊，那我现在也来爬，那会怎么样呢？爬，确实白棋现在长的话，黑棋这里还是有这个弯的手段。好，虽然这里这个地方有所区别，低了一路，那啊，最起码黑棋长在这儿，白棋的气还是一样。白棋拐下去的话，黑的一尖顶啊，按照刚才我们。啊，不是，按照上一期我们给大家分析过的这个杀气的变化啊，黑的还是可以把白棋给吃掉。
么黑的爬的时候，白棋有什么好办法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白棋也不一定马上长，白的还是可以在这边先做点文章，靠一靠，点一点，啊，甚至可以说白棋不点这个，只要靠到一下啊，这个已经可以说跟这个黑棋在高位，啊，有很大的区别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再来杀棋，黑棋打完一场，白棋靠到一下之后，脚上产生几种可能性，各种手段，啊，挤是一种，黑棋好像很难防范这一挤，啊，打吃的话，白棋一立，很明显可以长棋，但是点三三，啊，更厉害的是，白棋可以点三三。黑的走这个的话，白的粘是先手啊，这一段把黑棋给断进去了。那么走这个的话，白棋很明显这一挤可以长棋啊，白的狠一点的话可以先拐，等你走这个的时候他再来长棋啊，也可以先挤这个，挤这个黑棋冲被断了啊，粘的话白棋度过，这个黑棋冲断白棋就没有效果，这样白棋比较贱命。团这个呢也不行，白棋粘是先手，这要冲出来，黑棋必须粘，这一段黑的也是局部，气是不够的，白棋立在这儿，黑棋不行，啊，所以多了这一靠，脚上产生这个点三三这种手段，那么黑的这一爬也就不可怕了。啊，所以这也就是。也就是这个定式有意思的地方。哎，黑棋如果跳在高位的话，白棋就挡下去顶，这样呢脚上留有点完破黑棋空这种手段。黑棋如果走在低位啊，这个空围的结实了，那么白棋就产生另外一种可能性，白棋立下去，然后靠啊，抓住黑棋棋形的一点点可以借用的地方，靠完点三三，这样呢白棋把实地拿到，又把这个弱点顺势给补掉，这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变化。这地方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，黑棋冲过来，白棋如果是把黑棋挖断的话呢，白棋也有一个地方是需要小心的，就是将来黑棋在脚上有这个扳完再连扳进去的手段。当然黑棋本身这个劫负担也不算轻，但是呢毕竟白棋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有打劫杀的手段，黑棋打赢这个劫，白棋就死了，哪怕白棋再退让，黑棋还可以不依不饶的点死他，啊，这脚上局部是一个打劫杀。那么当然白棋如果不挖的话呢，黑棋这样来，白棋实在不行啊，实在是劫如果打不过的话，白的还有这个依靠这个二路拖还有做活的空间啊，这地方白棋要不要把黑棋挖断，这个要根据不同的局面来判断。那如果黑棋这边比如说已经有拆二了啊，那可能这个挖断意义就不大了，这是值得注意的地方。刚才啊，给大家讲的呢是这个一尖将白棋跳出来，然后绕过来之后的一些啊常见的变化。那么白棋这个子要是想出头啊，要是不愿意去点角，
想把这个字走出来出头的话呢，除了跳，还有一种下法是可以考虑的，就是这个靠出来，靠黑棋普通要搬，白棋再退啊。这个下法呢啊，如果黑棋一虎的话，白棋这两个跟黑棋交换当然是有点亏损，但是呢他也达到一个先手出头的目的。出了头之后，白棋就当然就不会再选择这样的点三三了，因为在点被黑棋如果再按刚才的定式下，那这几个子明显亏损啊，本来是一个很轻的子，白棋可以不要的，那现在越走越重啊，又跑去这边点三三，那显然就自相矛盾，白棋越走越重不好。那么白棋靠完的好处呢，它是这边不是点三三，而它可以走得更积极一些，反攻黑棋啊。黑的啊最容易想到的出头的方法呢是小尖，那白棋也很灵活，它现在再点三三，黑的如果挡这边呢，白棋一爬，这个头也出来了，脚也点了啊，在某些局面下，比如说要破坏黑棋三连性啊，这个脚也点了，这个头也出了，这个白棋还是挺满意的。那黑棋如果挡这边呢，白棋先把头扬起来了，等于是头扳了一下啊，这个感觉大不一样。把头扳起来之后，那么白棋弃子，把这三个子弃掉，哪怕是被黑棋吃了，把白棋把它弃掉也就成为可能性，因为这个已经啊，白棋很有力的扳了一个头，相当于让黑棋走了一个鱼形啊，所以黑棋小尖的话，白棋再点三三，这个步调是不错的。那么这样的啊下法呢，黑棋比较紧凑的办法呢是啊靠在这儿啊。如果直接这么扳断作战呢，应该说黑棋是不怕的啊，因为白棋毕竟也很重，也有风险。那么白棋普通的下法呢，还是啊很灵活的点在这儿。黑棋如果挡的话，白棋爬过是可以满意的。黑棋还是一般还是会挡这一点，因为白棋这三个子比较重，是黑棋进攻的目标。那白棋爬呢，黑棋顶。白棋如果想顶到一下，那不太现实。白棋如果顶到，那当然是很好的。再一挡，黑的棋形很难受，只能粘上。啊，白棋扳头或者再长，这边非常舒服。这个空拿的棋形又很挺，空又大，这三个子弃了也不可惜了。而且黑的还不好吃。但白棋顶的时候，啊，需要注意的是，黑棋很可能会反击，这一拐。白棋这个点三三损失是很大的，大家可以看到，白的虽然也可以拐掉黑棋一个子，这两个啊双方都弯弯绕，各自拐掉对方一个子，但是呢黑棋是实实在在的吃到脚上的目数，而白棋这个拐呢只是连通啊，没有吃到多少目数，整块棋呢还没有完全安定。下成这样呢，一般来说判断黑的还是不错的，所以白棋局部至少是黑棋不错，白棋这一顶很可能顶不到。那普通的白棋爬过，爬过的话呢，黑棋顶这个，白棋挡，这个可以打吃一下，然后再虎补断点，这个断必须要补，白棋再把这个断了啊，黑的呢？普通就要弃掉这个子，吃掉这点，这也是一种啊场合下可以考虑的一种白棋靠出来一种定式吧。那么黑的除了这个尖和靠这两步棋之外呢，黑的还有一步棋可以考虑，也是比较强的，二路飞啊。二路飞，白棋如果挡的话，黑的已经把白棋走中，而且这个很明显，黑棋即使再这么尖出来的话，白的这个点三三效果就大不一样，黑的挡这边也可以，爬不过去了，被冲了，所以二路飞也是不
不错的一步棋啊。白的如果不挡，封住黑棋啊，比方说破一个比较紧凑，这样封住黑棋，那么黑棋这边又爬过。嗯，再敞开一下这个二路飞，也是值得考虑的手段。但是有个问题，就是黑棋很可能飞不到啊，白棋啊。多数情况下是不会这么老老实实的跟着硬的，因为白棋硬一个的话，白的变重，这个点三三的手段被黑棋先手啊，这个把它的严厉性给淡化了。那么，所以就有人想到，哎，你靠退，这时候我如果在虎之前能飞到一下，然后再虎。啊，白棋就变重，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思路啊。所以虎白棋靠退呢，黑棋也不只是补这个一种办法，一种另外黑棋有可能飞这个，也有可能就平和的在这边补啊。这两种下法黑棋都是有的。如果补的话呢，白棋比较好的下法是飞进来，黑棋如果尖，白的再断啊。那么白棋基本上达到目的了，可以说。局部呢不能说白棋就便宜，但是白棋达到了目的啊，既出了头又安定下来了，这个也可以说是一种白棋值得考虑的下法。那么黑棋如果走这边呢，白棋尖到脚上啊，白的也可以轻松的活棋，在脚上取得根据地，头也出来了啊，这样的下法呢也是有的啊，也可以认为是定式。那么局部黑棋比较狠的下法呢，就是这个二路先飞，你如果挡，我哪怕再走啊，这飞到一下也有所便宜，而且黑棋更激烈的呢是虎在这儿啊，白棋再攻过来的时候啊，这边很重，白棋就感觉有点啊行动不便了。那么飞的时候呢，白棋啊，当然也不一定挡，白棋这个断是比较好的下法。那么黑棋这个子还是不能要啊，打吃在外边，挡呢也是跑不掉的，这边连不回去，这里有望，所以呢打吃完战还是正常的。白的呢拐，黑棋挡住，白棋吃掉。这时候呢黑棋可以爬，这一爬很舒服，白的必须得硬，不硬的话就被黑棋先手一顶，整块棋一个眼都没有，非常的重啊，所以这地方看起来不起眼，但是绝对是棘锁，白棋必须顶住，顶住之后这确保一个眼，这里有半个眼，白棋就比较安全了。那么黑棋再在这边补，跟被白棋飞到相比呢啊，大家可以看出来差别还是蛮大的。白棋飞到，白棋目数大了不少。黑棋飞到呢，黑棋的脚上的目数大了不少，而且呢白棋毕竟还没有活干净啊，这里怎么说也只是半个眼，还没有完全活干净啊。所以对付白棋这个靠退大家需要了解的是，除了在这边简单的硬和在这边啊补断这两种啊普通的下法之外，黑棋还有一步很厉害的棋可以考虑，二路飞啊，二路飞是很强的一手。那么可能正是因为有这个二路飞这个手段，所以白棋靠退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老定式了。靠退这种老定式呢啊，最近一段时期的啊，最近一些年的棋谱里面啊，这个下法呢并不是很多见。好，那么这一期就先为您讲解到这儿。这个一间家呢还有很多丰富的变化，我们下期继续为大家讲解。谢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